关于新西兰总理宣布辞职的事情，这是新西兰的内政，我们不做评论。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，建交50年来，中心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，两国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，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。中方愿同新方一道，秉持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原则，加强沟通，增进互信，拓展交流。 推进合作，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迈进。我们以多次就相关的个案表明了中方的立场。我们愿再次强调，中国是法治国家，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，充分保障了相关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利，充分尊重并保障了澳方探视等领事权。 中方敦促澳方切实尊重中方司法主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，以实际行动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和氛围。作为友好邻邦和真诚朋友，中方对私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感同身受，一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。 对于私方涉华债务，中方一贯支持有关金融机构同私方协商，寻求妥善解决。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道，继续为私应对当前困难、缓解债务负担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